盘点侮辱性极强搞笑场面。我就给你一个，听到没有？今天就你跟你知道吧？行不行？不行。为啥？我没看上你。这么丑，你的丑跟发型没有关系。十年了，哇！我这么优秀的吗？我操！你能跟我在一起吗？虽然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能不能不要拒绝我？我拒绝，因为我喜欢男的。真的喜欢男的，我喜欢伪娘，我觉得女孩子一点意思都没有。我听说你要不行了，我什么时候去考试啊？我不是担心你啊，我琢磨你要走了，我就能吃席了。你要走就走吧，别硬撑啊。你要是前天就走吃席，你还能能死掉？要是绝交了，等你走了，我还能去吃席吗？不能。那我不同意，我得吃席。你看六岁人，你看你们二哥，你看，你看，看七十，看睡觉睡觉。好啊，叔哥。等着嘛，谁要你呀？不要。滚！2000 years later。 哎，先生，你好，先生，你好，先生，我们这儿做活动，抽什么送什么。哎呀，不看。哎，抽什么送什么？你确定抽啥送啥是吧？确定。我抽完了啊，那我先走了，我先走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好骚啊！有人花一千万要买我，你卖不卖？不卖。为什么呀？你又不值一千万，这种没良心的钱我不赚。我操，无耻！这啥？给你的礼物啊，你不是老说看不清楚吗？哇，这好清楚哎，真好。嗯？啊？咱俩分手吧。哎呦我的妈，我他妈心烂。二手苹果1500元，请不要拿狗篮子开玩笑。我操，无情。也不敢在朋友圈装逼了，因为我今天我出门打了个滴滴，开车的司机竟然是我的朋友，我们全程装作不认识，因为按照朋友圈的内容，他现在应该在三亚，我应该在菲律宾度假。你敢跟我救我？你敢陪我玩吗？你敢背着谁？你敢跟我玩？你敢跟我玩？你敢跟我救我？你敢跟我玩？This is your life。二狗啊，你热不热？不热呀。不热，咱把窗帘关了呗。你冷吗？不冷啊。不冷为什么要关风扇呀？你的粉都吹到狗脸上了。我的眼睛你看着你。大哥啊，我想打你女朋友一个大嘴巴子。我没有女朋友啊。哎，我不喜欢那种软弱无力的女人。你犹豫了。我不喜欢那种优柔寡断的女人。我妈不让我干啥的玩意儿。你有吗？瞧不起谁呢？来，你没有吧？搬这个小区的都不装那个防盗窗，于是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就装了一个。结果那个小偷他就偷我家，还留张纸条说别人都不装就你装，没点信任感。于是我就把那个防盗窗给摘了，结果呢，小偷人听说我家被偷了就全都装了起来。妈，我家被偷了，说留张纸条说别人都装就你不装，是不是瞧不起他？谁让你小时候不爱吃饭导致个子矮了吧，现在好了，现在爱吃了。哎，又胖又矮。对不起啊，我对我自己干了。
你不用对不起我，不是看不起我，我这个是自助火锅，我这个是自助火锅。表演啥叫做尴尬？你在做什么？爱上耳朵，提高警觉，神经细胞全面戒备，你的电话绝不漏接。Ring a ring ring， 爱人。Hello， 下班快。都说啥呢？后来那个人咋了？喝吐了。急的还是喝吐了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他妈一过客户眼要跑这话。这个可是喝吐的。算了算了，我贵宾一位。哎，美女，我要买单。哥，一路消费200。美女，你有男朋友吗？哦，还没呢。那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嗯，我一支口红应该顶你一个月工资了吧？什么口红，一支要20万呢、啊？哥，你刚问什么问题？再问一遍。哦，那我再问一遍哦。好的。美女，你有男朋友吗？还没呢。那你愿意帮我买单？我愿意。啊，谢谢。对你们说个事儿，我怀疑我老公外面有人了。如果是你们其中一个，就直接站起来，我们什么事都没有。哎呦我的妈！2000 years later。那什么是成功男人？3岁有尿裤，5岁能自己吃饭，18岁能开车，20岁有女朋友，30岁有钱，40岁有钱，60岁还有女朋友，70岁还能自己开车，80岁还能自己吃饭，90岁还不尿裤，100岁还没挂这卡，300岁还得想挂。昨天跟你一起出来那个闺蜜有对象吗？你给我介绍介绍呗。干啥呀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她有没有对象都不带看上你的，你放心吧。有啊。哎，姐，你今天妆化的不错呀，我给你拍张照啊。行，来。哎，你别这样，来，你往上头坐。啊，然后你把你的脚啊踩这儿，哎，把脚放这儿。干啥呀？我不照了。不是你别跑啊，我就照照相。给你介绍也不行吗？小个子，你发小让我给你带句话，趁国庆赶紧找个男的，是男的就行，咱俩从小光屁股长大的发小。看你这样，我都替你犯愁。看电影，你看最后一秒；看小说，你看最后一页。进商场，你先找安全出口。人家婚礼你不笑，人家葬礼你不哭。你玩过山车，就一副肾上腺素缺失的死相。你觉得这叫把控人生？其实你这就是带发修行。人才。